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法师，大家阿弥陀佛。看课本102页。那么这里在说啊，那为什么啊菩萨排在后面啊？那菩萨众要别说。好，那底下啊。延伸到啊，那么因为菩萨得无生法忍啊，那么他跟阿罗汉一样，都不在众生数中啊，都不是烦恼的众生啊，都是断尽烦恼的人啊，所以他要别说。那他举啊，那么阿罗汉不在众生数。因为这里延伸到阿罗汉不在众生数，那他到底是属于什么？他去了哪里？他是什么样的状态？那这个问题在佛教徒当中，它会形成一种，就是我们比较不容易理解的状况，就是阿罗汉入灭之后啊，就是入无余涅槃，因为他在的时候，比如说佛陀、舍利佛、目犍连这些证阿罗汉的人。他入了无余涅槃，就是灭了灭尽了之后，荼毗了之后，他去哪里？他是什么状态？他拥有什么？啊，他是一道光吗？啊，他是一种能量体吗？还是啊，他是什么样的状态？啊，他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他是有还是没有？那这个是很让人令人费解的问题啊，所以很多人会在涅槃到底是什么啊，不断的钻研斟酌，但佛陀似乎是没有在说明涅槃这种什么是什么，他只说涅槃不是什么，因为他这个不是我们世间所能理解的东西啊。他经典里面举个例子啊，生下来眼睛就瞎的人，你没有办法告诉他颜色是什么概念啊，那所以你跟他解释也没有办法，所以只有你证了涅槃的人才能知道，所以叫做为证乃知啊。那我们会对于啊，到有业报而无受者，有业报但是没有受业报的人，有证无我这件事，但没有一个实有的我在证无我。好，我们会对这种事有一点点费解啊，就是没有办法理解这种事啊。那像这个一般的人都是这样的。那这里就举波罗言优波斯啊，波罗言是彼岸道品经籍里面的一品，那这个是佛陀最早结集的。就是佛法里面最早结集的啊，那优婆斯啊，又翻作乌婆斯婆。那龙树举了两个偈啊，那这两个偈是1075跟1076偈。那1075偈我们看一下啊，龙树的翻译，不是龙树的翻译，罗什的翻译。这个是罗什翻的啊，1075跟1076，他是这么翻的啊。这个难中记啊，就是问啊，他就是问难，其实他就是问啊。那么如果经籍里面就叫做乌婆斯婆问啊啊，就是他不明白他在问啊，所以说难啊。那么其实就是乌婆斯婆问啊，所以叫做优婆斯难。的其中这个偈语当中说的
他说以灭无处更出佛啊，以灭无处啊。那么这个我们啊，我们先把这个经啊念完，然后再来看黑板的，然后对照啊底下的白话解释，那我们就会清楚以灭啊无处啊。那么从这个已经入灭了啊，那并不存在哪里啊，处就是时间空间中啊。那么它还有还是没有？出就是出现啊，它还会再出现吗？啊，那它还存在吗？啊，或是已经不存在啊？那么出否啊，就是出跟不出，就是存在跟不存在啊。那么若以永灭不出否啊？那所以它有出现吗？它不出现吗？啊，假设它已经无余涅槃，永远啊灭了啊，因为灭就是涅槃啊。那灭啊，一般都会强调在灭贪嗔痴上面啊，贪嗔痴有灭啊，那么生死有灭啊，因为贪嗔痴有灭，所以生死就有灭，有贪嗔痴才有业，有业啊才会招感后有啊。那么我见我爱有灭。有我见就有我爱，有我爱就有我有业，有业就会招感生死啊。那已经无我了啊，所以就生死这根已经拔掉了啊，所以这个叫做灭啊。那么所以一切业灭，一切烦恼灭啊。那么我见我爱都灭。那么假设已经永远灭了啊，涅槃了，无以涅槃啊，那么它还出现否？不出否？那么他说记录涅槃常住否？那么是在涅槃，那么是不是永远存在呢？啊，类似像这样啊。那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是不是啊，请大智慧的佛陀啊为我们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那这个记啊，我们对照这个黑板上的啊，他的翻译啊，彼所灭没或非有，或是常恒而无变，唯愿摩尼释解说，此法尊师如实知。啊，那我们看底下的这个白话解释啊，说简单讲的啊，就是对这个经籍的白话解释。那这个阿罗汉，这个已经入灭了的阿罗汉啊，因为修菩萨跟阿罗汉一样嘛，不在众生数嘛。啊，所以他现在就隐身啊，那不在众生数，到底在哪里啊？到底是什么啊？他是消失了，还是不存在，还是永远健康的存在啊？其实这里翻作健康，应该就是没有烦恼的存在啊，因为病是烦恼业啊，没有烦恼业苦的存在啊。那么，请向我解释。啊，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存在啊？那我们会想，它是一团光，它是一种能量啊，或是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啊一个相啊？那这个佛法里面啊，叫做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遇、不来不去啊，没有一个实有的啊，但是又不是没有啊，问题是又不是没有。它不是不存在，无分法身不灭啊！你所修学的这个智慧界定会解脱，解脱之见不灭啊。那么，但它又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恒常的存在，所以啊，如果我们仔细来看《阿含经》里面，那么外道或佛弟子啊问佛，那么包括啊禅陀啊，那么他知道无我，但是他对于那无我到底是谁能证得无我？已经无我了，那么还有证得无我这个现象吗？啊，那他在这个地方一直没有办法弄清楚。那么阿难跟他的解说也只是举这个佛陀为迦瞻眼的解说啊，正见世间即不生世间无见，正见世间灭不生世间有见。因为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世间灭，就是这样而已。那我们仔细去想这件事，
我们也没办法就这样就想出来。但是难陀啊，因为他常常在思维，常常在思维啊，那么他想了不久，他就想通了。想通了之后，我们再看他所想通的去看，我们还是看不出来啊。那么所以这个是代表什么呢？所以他后来他这个是离意识分别的，因为我们都是以有我的意识来看的啊。那这个没有办法跳脱啊，那个业报所形成的这个意识身，烦恼所造成的这样的意识心，所以唯有啊，把这个烦恼断尽的时候，为正乃知，才是可以知道的啊。就像一只狗，你一直跟他解释大便是臭的、不干净的、不卫生的，你跟一只苍蝇解释啊，那个大便是脏的、是臭的，对他来讲，他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啊，必得还要他变成一个人的时候，他才能知道啊。所以，但是我们人当然没办法知道吗？可以啊，当然你离去众生的烦恼的作用的时候，当你没有烦恼的作用的时候，你就跳脱人这样的束缚，人业力啊，烦恼的这样的束缚，你就可以知道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一般会说啊，这个离心意识啊，言语道断，心行触面啊，非文字相，非声音相啊，啊非心形相啊，心缘相啊，讲的就是这个。好，那佛陀怎么解释呢？佛陀说：灭者即是不可量啊，不可量啊，就是其实不可量，其实就是不可思议的啊，不能用你称量啊。但是他这里解释是啊，那么因为他解释灭末无有非有量啊，就是形量不存在啊。但是我们如果解释不可量的话啊，不可思、不可称、不可量啊，都是没有办法用意识去分别的啊。但是那个经籍里面的翻译是啊，灭末无有非有量啊。那么他的解释就从这个非有量里面来说，他形量是不存在的啊。但是有时候也是可以这样翻的啊，就是说他不同的方法啊。但是一般我们讲不可量，量是思量啊，不可思议，就是没有办法用意识去分别的。破坏因缘及名相啊，破坏就是不存在啊，就是它不是啊，它不是因缘有的啊，这个是无为法，有为法才是因缘有啊。那因缘有的东西必然有生灭啊，有生，因缘生就因缘灭。但无为法涅槃不是因缘有的，所以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他说破坏因缘啊，即名相啊。那么凡是因缘有的东西，我们必然给它一个名字啊，有一个形成的东西，有一个相状，但是它并没有，它像虚空一样啊。所以因为没有名，没有相啊，比如说世间存在的东西，我们就会给它一个名字，安立一个名字来形容这种东西，紫色这种东西。但是啊，这个无为法里面没有这种啊，所以离言语相啊，一切言语道已过啊，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说明世间的言语来说明啊。就好像你把这个电脑啊拿去给1000年前的人讲，他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啊，不知道那个电脑的状态啊，你跟他解释不了啊。所以一切缘已到一端啊，那一时多尽如火灭啊。那底下的解释啊，比如说经籍的翻译的，灭末无有非有量，依此依彼，言有言非有啊，就依此彼言有非有啊，就是我们说的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啊。那彼无有此烦恼业。那么真阿罗汉的人把一切烦恼都灭尽了。那烦恼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无明啊，无明啊。所以啊，他说一切诸法破坏时，一切言语语录亦破坏啊。这个是经籍里面翻译的啊，另外一种翻译法了。那他的白话解释我们看一下啊。他说像阿罗汉这样的人消失后，
他说行量不存在啊，他其实没有所谓在不在啊，他也不是不存在，也不是在啊，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啊，这样的这样我们会以为啊，他变成另外一个充满光的人啊，其实不是啊。那么这个就都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人们谈论他的依据也不存在啊。那当一切现象消失时，一切谈论的方式也消失啊，就没有可说的了。好，那么这个是这个问题啊，是在谈论啊，菩萨为什么要列在啊这个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的后面啊？那延伸出啊，菩萨不是众生数，所以别列啊。那么佛教的四众弟子啊，那是在都可以是菩萨啊，菩萨可以，菩萨是在佛教的四众弟子中。这个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但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不一定是菩萨啊，而且证无生法忍的菩萨啊，这里是实菩萨，真实菩萨，证无生法忍的菩萨不在众生数中啊，所以延伸出那不在众生数，这个阿罗汉像阿罗汉一样，那阿罗汉到底是什么状态，就延伸到涅槃到底是什么状态啊。那讲到这个问题，好，那接着看103页啊，那没有，我们在底下看，如阿罗汉一切名执上断，何况菩萨能破一切诸法之实相啊，实相就是诸法实相啊。那么那诸法实相到底是什么？诸法实相就是一切法都是缘起的，无我的啊，那么无自性的啊，这个是诸法实相。得法身而不断也啊，那么得法身啊的这个依这个菩萨来讲啊，就是无生法忍啊，是得法身。声闻来讲啊，初得法身是欲有果正，这、就是入欲流啊，得是不坏性啊，或者啊得法眼睛啊，那这个是初得法身。后得法身是阿罗汉啊，就是最后圆满法身。那法身一般来讲啊，法身一般来讲啊，就是阿含经里面说的，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那么依戒定慧得解脱，那么得解脱之后，他的戒定慧就是无漏的戒定慧。还没得解脱以前，他的戒定慧还是有漏的戒定慧啊，是这样的。那么依有漏的戒定慧，那么得解脱就证得无漏的解，因为他已经得无漏，所以他的戒定慧并不会消失，就是无漏的戒定慧。那么得解脱，他必然有解脱之见啊。那么我身已尽，梵天女力所作一半，不受后有啊。如是知，如是见，那么这个是叫做五分法身。以是故，摩眼四众中，别说菩萨啊。因为这样啊，菩萨不在众生数，就像阿罗汉一样啊，所以啊，这个四众之外，别列菩萨，别说菩萨啊，这个是在讲这部经啊。那么说的时候，那、啊、比丘5000人啊，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后面讲菩萨，为什么不在前面讲，不在中间讲，要放在后面讲？好，那看103页，声闻经。不说菩萨众的理由啊，那大圣经里面说的，那声闻经里面为什么没有啊？他说何以故？大圣经出啊，大圣经最前面啊，那么一时啊，佛在哪里啊说法？那么有哪些人啊？这些哪些人就是众，那么有菩萨众，有声闻众啊，那么声闻经。开始读说比丘众，不说菩萨众啊。你像《阿含经》里面啊，佛在舍卫国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啊，就讲这样而已啊，就以比丘众。那有时候啊会讲比丘尼，有时候会讲优婆塞优婆夷，但没有讲菩萨啊。《阿含经》都是这样啊。那
为什么他不说菩萨众呢？那龙树的回答：欲辨二圣义故。啊，那么就是啊，要辨别啊，要辨别有二乘，佛乘及声闻乘。声闻乘啊，狭小啊。那佛乘广大啊，声闻乘自立自为，佛乘一切。就是声闻跟菩萨啊，一般我们讲五乘嘛，五乘乘就是啊传道路啊，依这样的方法到达什么样的目的？佛乘啊，就乘之以这个方法啊，这匹马这条船到达佛地啊。那么声闻乘就是以这个乘到达声闻，声闻果啊，声闻果就是阿罗汉。那一般我们讲五乘啊，这个我们看过。把这擦掉。啊，通常我们会把这个叫做二乘，啊，这个是二乘。那声闻里面啊，声闻里面啊，这四双八倍，出果二果，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啊，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四果是阿罗汉，啊，是究竟。出果是须陀洹，二果是斯陀含。三果是阿那含，那么这个是究竟的啊，啊，这个辟支佛是独行独住的啊。那么人天正分人道跟天道啊，那这个都在三界，这个是世间，世间道，这个是出世间，二乘是出世间，不在三界内啊。这个是世出世间。他可以出三界，但他不出三界，在世间做出世间的事业，啊，那么度化众生啊，所以这个是世间道，这个是出世间道，这个是世出世间道。那通常我们这个乘，啊，乘啊，就是车，啊，或是船，啊，那其实就是路，道路，啊，道理。啊，那依这个道理行这个道路到达这个地方，啊，那么到达人作为人啊，这个就是幸福，啊，美满的啊人，啊，无欲自在的到天，天是无欲自在的人，啊，就比较啊善道，人这个人是善道里面的啊，离恶向善的，啊，那天啊就比较无欲自在也是，那么到了这个是出三界了啊，所以它分三个部分。它分三个部分，那这个有时候我们叫三圣，三圣圣贤和寂寂啊，就是出世间的这一部分，那加起来就是五乘啊，那五乘三道啊，世间道、出世间道、四出世间道啊，那一车一船一牛一马啊，乘牛乘马乘车乘船啊，然后到达哪一个地方啊？那基本上是这样。好，那这里讲声闻乘啊，我们看啊。他说声闻乘啊，声闻乘基本上啊就是解脱道，我们叫做解脱道。那佛乘就是菩萨道
解脱道、菩萨道、人天道，啊，所以世间道是人天道，出世间道是解脱道，啊，那世出世间道是菩萨道，要成佛的，那有三道，啊，好，声闻圣多说众生空，佛圣说众生空，我法空。好，那这里的分别啊，其实如果依般若经来说啊，那么佛在阿含经中也说是众生空法空的啊。那但是为什么就是说这里会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要牵涉到龙树那个时代，龙树那个时代是部派非常兴盛的时代，那么部派兴盛而且大圣兴起，那部派还在兴盛当中，那部派里面最兴盛的是说一切有部，那么其实所有的部派都强调，大部分呢，都是强调法有，啊，法有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它有那个自性，啊，比如说色法，比如说啊，这张桌子是色法，那么这个色法分析到最小的单位，就有一个色法的自性，叫做极微，不能再分了啊。那依科学来讲，就是类似像电子、质子、中子啊、夸克啊、元素最小的质数，它必得要存在，它不存在就变成无中生有了啊。所以它必得要有那一种自性。那么一切法都有自性啊。那说一切有部讲的最多，而且是三世实有。啊，其他部派讲有，但只是现世有，啊，还不是三世实有，啊，那包括生灭，啊，有一个生的自性，有一个灭的自性，苦集灭道，有一个苦的自性，有一个集的自性。好，那这个叫做法，叫做法有。那这种说法是，这种说法在阿含经中没有，但是这个是由论解释得来的。论，所以这个论就变成声闻的论啊，所以就把这一类的啊部派的部派佛教归类为声闻称啊，所以我讲部派学者声闻人啊，但是你不可以把这一类的说法跟佛陀时代舍利佛、目犍连啊加瞻眼啊结合在一起。当然部派里面或是大圣里面有时候会结合在一起啊，但是你要知道，从般若经的立场上说，我空就是法空，法空就是我空啊，没有说我空法不空的啊，没有说证阿罗汉的人他还只法有，没有，不会这样，因为诸法无我啊，那么一切法都是无我的啊，那么所以啊，不但是五蕴无我啊，即诸法无我就是五蕴无我啊，那么一切法都是无我的啊，那这一切法里面啊，我们一切法会普遍到所有的一切现象，但是佛陀讲的一切法不离开十二处，所以诸法无我其实就是五蕴无我啊。阿含经里面说到什么叫做一切法，那就是十二处眼耳鼻舌身意所面对到的色身香味触法啊，所面对的色身一切的境界，那么是以这个为主的啊，那这不离开五蕴啊，所以讲五蕴无我，其实就是一切法无我啊。那这个是眼所对的境界啊，五蕴无我，或是讲诸法无我啊。但是这个诸法啊，就是一切法啊。那基本上这个诸法一切法到了部派，它就变成。啊，这个是生阿含经里面的啊，当然如果要指的话，这个是指有为法
阿含经里面的一切法，它就是有为法跟无为法，有为法跟无为法，啊，那比较是指有为法，啊，那是指的是有为法，啊，那么这个有为法啊，都是无我的啊，就没有自信的啊，有为法。那么到了部派的时候，啊，部派的有为法、无为法就多了，非常的多，啊，但是把它整理归纳啊，俱舍论把它整理归纳，就五位七十五法，它一样是有为法、无为法。有为法就开始变成色法、心法、心所法，啊，心所法好像四十几个，心法只有一个，啊，四十六个的样子，啊，色法有十一个，一个四十六个的样子，心不相应心法，心不相应好像十四个，啊，这个心不相应啊，就多了一个世间的现象，生啊、灭啊、啊得啦、啊、非得啦、啊、这种种啊，大家讲的不一样。啊，就四个有为法，四个啊，那无为法，无为法就除了涅槃，本来阿含经的无为法就是涅槃，阿含经的无为法就是涅槃啊，有为法就是色法、心法而已啊，色法跟心法、身心啊，以及身心所面对的境界啊，那么这些包含在里面。那到了部派，无为法除了涅槃之外。涅槃把它叫做则灭无为，啊，涅槃也有自信的，涅槃则灭无为，那么另外有一个非则灭的，啊，圆缺不生的，啊，非则灭的，这个是有部的说法，其他的部派就不一定，有六无为，有九无为，加起来有十几种，啊，那么有一个虚空无为，啊，就不一样了，所以法的概念已经改变了。那么法是有实性的、实在的，三世实有，法体恒存，这个是一切有部啊，一切有部，一切有部啊，特别是一切有部啊，那强调的就是一切法有，一切法有实有，这个有是三世实有啊，三世实有啊，法是实有的。而且还是三世实有，法体是实有的，法体恒存，就是永恒的存在。法体就是法的自性，法体、法的自性、法的实体啊，恒存啊，不会消失，是一直这样的存在，而且还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是过去、现在、未来啊，三世都是实有啊。那么这样的概念开始出现，那么这样的概念出现之后，这个部派啊开始啊，就是般若经有一类的佛弟子认为这样的说法，那重点是两个，一个就是这样的说法不符合佛的本意，那么只是一心求解脱，一心要求涅槃啊。忽略了世间的苦难跟现实，啊，以及度众生的需要，这个不合乎佛的本怀，所以起来提倡，啊，提倡应该要行菩萨道，啊，那么不外乎就是行跟解，在解的方面，啊，那么抉择无我的甚深意，啊，那么说一切法空，在行的方面显发菩萨广大行，啊。说六度四摄的菩萨道，四出世间道，啊，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啊，那么简单说起来，就说啊，其实就是部派佛教了啊。那这里就变成声闻圣多说众生空啊，在阿含经里面确实啊，都是讲无我的，都是讲无我啊，但比较少讲到空，其实也不讲到空也不多。就几部经讲到空而已啊，小空经、大空经，啊，那么空相应缘起啊，讲这个，但是啊，那么这个般若经就依这样啊去做啊深度的发挥啊，那么其实般若经是要
把佛法的理解啊带到正确的路上啊，就是无我的啊，并不是人无我法有我啊，人无自性法有自性，这样的说法不符合 无我的真正意思啊，所以就是不符合佛陀说无我的本意。那么只是一心在追求解脱而忽略啊，佛法要永恒相续，必须要不断的啊，还有很多受苦的众生，像佛陀本身啊，证了涅槃之后，他也没有解，也没有就急求解脱，而是一直度众生到他啊这个最后啊寿命尽的时候啊，他最后一刻他都还在度众生，所以要依佛依佛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行法，所以啊才有所谓的菩萨道。那呢，那简单的讲啊，就是菩萨圣，或说佛圣，说众生空法空啊，就讲得更深刻更直接更明白更彻底更究竟啊。那声闻圣啊，多说众生空，但实际上从阿含经，如果我们把声闻圣分开说啊，一个就是我们说原始，说原始佛教或说根本佛教啊，那么它也是众生空法空的啊。如果是部派佛教啊，就众生空法不空法有啊，其实就是分开说。那么根本佛教就是佛在世时候所说的啊，原始佛教是佛灭后大迦叶跟五百阿罗汉所结集的，那么都还是啊跟佛说的是一样的，只是把重点啊把重要的结集起来啊。那么佛如果说了一千部经啊，那可能这些五百阿罗汉听到的结集起来的啊重要的啊结集可能是两百啊，类似像这样。那所以啊，那么这个是根本佛教原始佛教，到了部派佛教，佛灭后一百多年了，部派佛教开始做不同的解释啊，种种的论对经跟律啊，对佛说的法以及佛所制定的规矩做种种的解释，详加的解释啊。那么解释的当中啊，那么不断的分析归纳，那么后来啊慢慢变成啊所谓的法有的思想。那大概到了佛灭后，这个是佛灭后一百多年啊开始啊，他们慢慢形成的。到了佛灭后四百多年，这样形成的四百多年啊之后啊，大圣开始兴起，认为特别是声闻啊，就关在一个地方好好研究修行，要得解脱啊。他解脱了，他真的解脱了啊，他的法也跟着他解脱了啊，所以就是没有流传下来。所以菩萨道强调啊，要行菩萨道，要让佛法久住世啊，必须要不断的推广佛法啊，而且要利益众生啊。那么所以开始有所谓的菩萨道啊，不是专门以解脱为主，但是不离开解脱啊，所以叫做世出世间。它本身是可以解脱啊，但是它不急求解脱，它不断的在利益众生啊。那么主要就是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啊，就是因为佛法没有弘扬，那么大家都急求解脱啊，就好像啊现在的人不学习佛法，也不弘扬佛法啊，唯一学的就是我好好念佛求往生，那我只教你念佛求往生的法门，其他的法门没有用，用不到。所以假设每个人都这样，学的人是这样，教的人是这样，那么一百年后两百年后，你就所有的人就只知道念佛往生，连怎么往生的道理都不知道了，但是越来就越难往生，而且其他的方法也没有了，也没有了啊，那也没有不求往生的方法了，那这个佛法后来就会灭掉，就会灭掉啊。所以一样啊，那么有一些人啊看到了这种情形啊，那么其他比较众生啊没有办法的啊，那么他念佛得不到解决问题的，那么他就会去找什么啊，找妈祖啊，找土地公，找城隍爷啊，那么他也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也不知道问题的原因啊，也不知道问题的形成，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法，正确方法他都不知道，
因为他传下来的佛法就只知道念佛而已，念佛就能够解决一切啊，不要管那么多，念佛就解决一切，能够消灾，能够免难啊，能够增福，能够增慧啊，念佛就是布施，念佛就是持戒，你就只念佛就好。可是当念佛不能解决的时候怎么办呢？不知道了啊。所以你看这种问题就会这样形成啊。所以为什么？因为佛法讲的就是苦集灭道啊。我们的问题是什么问题？要辨别这是什么问题啊，身体引起的、心理引起的、环境引起的、人事引起的啊，种种的问题。那问题这是什么问题？问题形成的原因关键是什么？急嘛，它是怎么形成的？这是什么问题？它是怎么形成的？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就藏在解决的方法，就藏在它怎么形成的当中啊。那所以你要了解它怎么形成的，要了解苦因，才能够找到灭苦之道。那么难道才能够灭苦啊？才有苦灭这个事实。那这个都是因缘起业报的啊。那你不了解事谛，不了解缘起，你什么问题不管啊，怎么形成的不管啊，要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念佛啊。那么念佛解决一切的问题，得到一切的福报啊，只要往生了，什么问题都解决啊。现在很多人是这种观念的，我只要能够往生，只要念佛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啊。那么念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一方法，就好像一个甘露丸吃下去了，什么病都能解决，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真的是这样吗？显然也不是啊。所以当每一个人都这样想，都这样流传的时候啊，那一些道理用不到了，没有再用了，也觉得没有用了啊，就慢慢慢慢就消失了，就消失了。那以后呢，就没有人知道这种方法，这种道理，那就惨了。这个世间有佛教，但佛教里面只知道念佛，其他都不知道，那佛教就会衰败。那在当时啊，在当时部派兴盛的时候，大家都要求解脱。好，就算你因此得解脱了，你在山洞你得解脱了，然后有人知道你解脱，然后呢，你怎么解脱的？大家不知道，你怎么解脱的？大家不知道。那大家也没有办法照你，因为你没有出来讲嘛。大家也没有办法照你解脱的方法得解脱，顶多最多最多知道你是个解脱者，去供养你修一点福报而已，也没有办法因你解脱的方法得到解脱。那久了久了，不用多久，50年到100年就会灭掉你所有的佛法，因为有知道的人都走了，知道的人都走了，剩下不知道的人也没有办法知道，渐渐就没有了。你看佛法就是这样，佛法就是这样消失的。所以有一些人啊，有一些人见到这个问题开始起来说，就是从行跟结这一部分。第一个，你强调一切法有这个观念是不能得解脱的，因为无我就是你有无两边，你有无两边，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啊。那么正见世间集者，不生世间无见，你不会说它灭断灭；正见世间灭者，不生世间有见，你也不会讲它实有，就是有是因缘有，不是真实有；无是因缘无，不是真实无啊。所以佛法是离两边，两边就是正确啊，离这个有跟无的两边。有跟无的两边不同的形式有无，就形成生灭常断一一来去，所以叫做八部众道啊。那其实是这样子。那么你不管是法有还是我有，都是有；不管是法有我有，都是有；法无我无，都是无。你一旦落入有无两边，那么你就是众生数啊，就是众生想啊。所以这样是不能得解脱的。如果从般若经来看，真正得解脱的人不会执着人空法有，不会认为我空法有。真正解脱的人不会认为我空法有
他一定知道我空就是法空，法空就是我空。但是部派佛教一研究，而不是依他的正量，依他的研究所得来的就是我空法有，其实是这样的啊。那这里说声闻圣多说众生空啊，是说阿含经里面比较强调无我啊，众生空就是无我了啊。那么比较少强调啊，这个一切现象啊，一切法啊，无我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就是所谓法空了。啊，包括啊，这个没有实有的涅槃啊，所以后来新经会讲，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没有能得的智慧，没有所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没有那个自信了 啊并不是没有，有啊，就是所以叫四谛嘛啊，日可令人，月可令日，佛说四谛不可令意，它是真实的，但是真实的不代表它有一个自信，有一个苦法。有一个集法，有一个灭法，有一个地法，这个是部派里面认为有一个生法，所以因缘和合会出生；有一个灭法，因缘消失会灭啊。有一个生法，有一个灭法，包括苦集灭道，有一个苦法，我们见到那个苦法叫做见地啊。它苦不只是身心的苦的感受的苦，还有一个苦法存在啊。这样的说法其实是部派里面法有的概念。那如果从般若经的道理来说啊，这样的所谓法有的概念并不是事实，并不是事实，所以他讲法空啊，那讲空啊，空其实就是无我，但空跟无我之间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无自性啊，自性啊，因为法有自性嘛啊，所以啊，其实无我。就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空，无我就是空，啊，所以众生空就是我空，我空就是法空，啊，其实是这样的。好，如是等种种分别说是恶道故，啊，这个恶道啊，是从声闻圣跟菩萨乘来分别的，从因讲叫做菩萨乘，从果讲从果上说叫做佛乘，因为菩萨要行菩萨道才能成佛。啊，所以菩萨成佛，菩萨乘又叫做佛乘，菩萨道又叫做佛道，是这样的啊。那声闻乘主要是恶乘主要是声闻乘另外啊，他说如是等种种分别说是恶道啊，就是解脱道跟菩萨道了。一般我们说的就是解脱道跟菩萨道。摩诃严经就是大圣经因为。声闻乘就是阿含经里面没有特别这样说，但是大圣经摩诃严就是大圣大圣经那么声闻乘菩萨众两说是为了分别有这两种道，就是菩萨道跟解脱道为了分别这个，所以特别有列两种因为大圣经就强调大圣的嘛，特别是般若经龙树解释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我们叫做中品般若两万五千颂的那么般若从原始般若到下品般若到中品般若到上品般若到理趣密圣的般若，它有一个发展原始般若其实也不讲空，它就讲无我。原始般若就是般若经里面的道行般若那么《金刚经》里面也有原始般若的成分那但是它不就是原始般若，它也有后期也有早期的般若，所以你看《金刚经》没有讲到空，它就讲无我。若菩萨证得无我法者，它没有说菩萨证得一切法空，没有，菩萨证得无我法者，如来说明真是菩萨，这个是真实菩萨了，不退转了它没有说证得无生法忍，证得一切法空没有他也不讲初地二地他讲什么须陀洹能作师内，我的须陀洹果否讲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阿罗汉，他不讲初地二地七地八地九地十地没有讲这个所以很明显《金刚经》里面有很早期原始般若的成分，原始般若不讲空，就讲无我后来慢慢就讲空从三空七空
那么这个道啊，十八空、二十三空啊，就越讲越多啊。到后来你去般若已经讲有了，有空有不空啊，就变成这样了啊。这个我们稍微要知道一下啊。那这个啊，《摩诃严经》里面。那么声闻正跟菩萨众两说，就是要分别啊，分别其实有菩萨道，有解脱道，而且大力推广菩萨道啊。那么就是为了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啊，所以发起这个菩提心，要行菩萨道啊。那么努力求解脱，但不就向解脱，而是什么？而是就是你努力证得解脱，但是以就是所以之前有般若道嘛。得了般若道之后啊，那么沿途收身啊，庄严国土，成熟众生，不断的来这个世间利益众生，而不是啊急求涅槃啊，不求涅槃，不得涅槃啊。所以他重点在三空无相无愿啊，就是声闻是愿得涅槃啊，菩萨不愿得涅槃的 啊。那么而是要来学习佛陀啊，不断的行菩萨道，利益众生。好，我们先下课。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他底下就举啊，为什么啊要别说啊？大圣经里面要别说菩萨道啊，因为菩萨跟声闻境界不一样啊，那么影响不一样啊。那来看啊，这个底下举的摩诃赞摩诃严经。不知道他举的是什么经啊？但摩诃严是大菩萨啊。那么佛教里面也有所谓的大菩萨藏经啊，但是大菩萨藏经也有好几个版本啊，罗什译的、玄奘译的。那这个也在啊，这个所谓的大宝经啊，富罗那会里面啊。啊，或是啊，它叫做菩萨赞会里面啊，啊，这里啊，我们基本上啊，那举这个《大宝积经》里面弥勒菩萨说偈赞佛，那么里面讲到菩萨的六度，跟这里面讲的有一点点一样啊，但后面的没有啊，就是前面这六个啊。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经文。然后再来对照啊，看一下啊，这个弥勒说偈赞释迦牟尼佛的啊六度这一部分啊，大圣经强调的就是六度四摄，那么般若道、方便道啊，那么证得般若之后，那么是真得了不退转，那么开始庄严国土，成熟众生啊，那么在还没有啊得到这个无生法忍以前啊，就不断的啊行菩萨道，但是这时候的菩萨道还不是真实菩萨啊，那么而是以证无生法忍为目标，那么兼行菩萨道的啊，就是以菩萨道，但是他一开始就发心要度众生，所以才要行菩萨道的，所以叫做菩提心啊，大悲心啊，那么都是以无所得心为主的啊，慢慢证得般若之后啊，那么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庄严国土，成熟众生啊，以庄严国土来成熟众生，其实是这样的啊。那么慢慢慢慢累积福德智慧资粮而成佛，而成佛，即使是啊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也还是这样修的，他还是这样修的啊。那么所以他用无量劫来修行，用五劫来思维啊，怎么行菩萨道啊？那所以你看那个《无量寿经》里面。啊，升到边地的，升到边地的念佛的人，升到边地的是因为啊，那么对佛法的信仰啊，那么理解不深啊，所以他的果报啊，他只想求往生，但是他没有啊，他没有真实菩萨道的概念啊，所以他就升到边地，边地里面不知菩萨法事啊，就是不知道菩萨法，也不见佛，不闻法啊，但是他因为他也修行。哎呀，离恶修善，所以他也有福报啊。那么如是因，如是果啊。那么现在很多人啊，那么没有了解到这个道理。即使是啊，不管你什么法门啊，这个般若法门、净土法门啊、法华严，不管你什么法门，不能离开缘起四谛中道啊。离开了，它就不是佛法啊。缘起法、法性、法住、法界，在娑婆世界，因缘生。一切法因缘和合而有啊，那么如是因如是果，在极乐世界也还是如是因如是果啊，它并不是啊，那么在娑婆世界要这样修才得到这样的福报，在极乐世界不用这样修就有那样的福报，那这样就不符合因果了啊，再怎么殊胜不能违背因果法则，再怎么不可思议不能超越缘起理则啊，那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啊，那现在的人不了解这个道理，啊，他都有超越一切的法，啊，特别殊胜的法，啊，不用修行的法，啊，只要少少的修行得到大大的果报，啊，有漏的修行可以得到无漏的果报，啊，那么世间的修行可以得到出世间的果报，那是不可能的，啊，那这个观念一定要大家要知道，啊，因为我看大部分的佛教徒都不知道真正的佛法是什么。离开了缘起四谛无我，没有佛法，没有佛法，真的啊！
那所有的佛法都还必得依这个，依这个为主来说。即使你是世间道，一样是依着缘起因果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那你不能说我没有造善会有善报，啊，我虽然造了恶，但我不会有恶报，啊，因为你有特别的法门，啊，那么可以帮你消除这个恶，可以让你无因无缘就有善，啊，不可能有这种事。这种如果有，那释迦牟尼佛的真理要重新说了，啊，他菩提树下所见到的就是缘起，啊，如是因如是果，如实知的缘起，啊，如果是这样，啊，那释迦佛的真理要重新说了，啊，这个不是真理，因为有除外，因为有除外，啊，虽然一般是这样，但在某种状态不是这样，那个就不叫真理了，那个就是除外了，啊，平常是这样，但在什么状态下它可以不用这样？没有，法性法住法见，在任何的时空底下，在任何的条件底下，它这样就是这样，无常就是无常，无我就是无我，缘生就是缘生，啊，那么缘生的必然缘灭，你说有缘生但不缘灭的，啊，那不对，你说不用缘生但是就会灭的，那也不对，啊，那么善的升起，恶的升起，善的升起形成，恶的消失，那么都是因缘的。那么因缘的必然是这个果，善跟恶是一种果，它必然要有因有缘，所以你必得要除去它的恶因，还才能消除它的恶果，你必得要具足成熟它的善因，才能形成这个善果，啊，即使是释迦牟尼佛的妈妈、爸爸、儿子、太太，啊，耶稣陀罗，啊，大爱道，啊，摩耶夫人、罗诃罗、净饭王，都是要这样，不能因为他是释迦佛的眷属，释迦佛所生的小孩，释迦佛，啊，他在家时候所娶的太太养他长大的，那么他就可以不用这样就可以，啊，不可能，啊，释迦佛的眷属都必须还是在因果法则里面，啊，你说我有一尊特别有力量的，这尊佛的力量超越释迦牟尼佛，没有，所有的佛都是无上，都是同等，没有哪一尊佛可以超越哪一尊佛，他只有愿力不一样，因缘不一样，啊，那么度众生的方法不一样，没有哪一尊佛可以超越哪一尊佛，如果可以，啊，那么佛就不叫做无上，他叫做有上，因为他上面还有比他厉害的佛，啊，那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要知道，啊，那不可能说，啊，你念个什么经持个什么咒，啊，那你也不知道苦因，你就能够灭苦果，你不灭苦因你就能灭苦果，啊，比如说你短命，你多病，那你还必得查明你生病的原因，啊，那么那灭这个生病的方法，比如说你缺维他命 C，啊，那你知道，哦，这个我牙龈会流血是因为缺乏维他命 C， 那哪里可以获得维他命 C 呢，哦，这个芭乐、柳橙、晒太阳，啊啊，这个番茄生吃可以获得维他命 C， 好，那你就去吃，啊，那或者去晒太阳，啊，那你可以获得维他命 C， 那你没有获得，你没有从这个因上去解决，因为你就缺维他命 C 嘛，啊，你没有这样去解决，啊，那你运动不能获得维他命 C， 你喝水不能获得维他命 C，啊，那你什么都不做，在那边持咒念佛，你就能获得维他命 C， 那也不可能，啊，所以如是因还比得如是果，啊，如果说你的病是因为你的心散乱害怕，啊，那你现在念佛，让那个散乱害怕的心没有了，透过念佛专注，啊，离了散乱害怕的心，因为念佛不害怕了吗？没有畏惧了吗？心专注有力量不散乱了吗？那这样，哦，你的病是因为你恐惧造成的，好，那你念佛去除恐惧，因为你心没有个依靠，啊，现在有依靠了，念佛心有依靠了，那么产生力量了，哦，那可以去病，哦，那这有，啊，那这有，啊，所以你要了解那个病因是什么，苦因是什么，苦集灭道的道理决定是这样，日可令人，月可令热，佛说四谛不可令意，太阳是热的可以让它变冷，月亮是冷的冷可以让它变热，但是
佛说的四谛苦，决定是有因有缘形成的，成熟的果报。苦的形成必要消失，必得要从苦的形成中，它的原因把它消失，它才能消失。所以苦是由种种因缘成熟后形成的果报，所以它叫做集，集就是积集，种种因缘成熟形成的。那么你想要灭苦，你不想灭苦，那就不用说了。如果你想灭苦，那必得要灭苦因。那灭苦因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啊！你不断的修苦行，然后就能够灭苦。你苦又不是你不修苦行造成的。如果你不修苦行造成这个苦，那么你现在修苦行，当然就可以灭苦。它又不是因为你不修苦行造成的，它是因为你的业成熟造成的。那业为什么会成熟？因为你烦恼不断的造作相续，烦恼相续，那么造作，所以它形成业，业成熟才形成恶业，恶业形成才形成苦。所以业苦是从业来的，业成熟来的，那业相续做才会成熟。那你为什么不断造作这种业呢？因为你不断在起这种烦恼。那你为什么要起这种烦恼呢？因为你有无明，有贪爱。所以你不灭无明，不灭贪爱，你不能灭真正的苦因。那么即使是现在暂时的苦因，你不懂得灭苦之道，你都没不可能灭苦啊。那么你肚子饿，你单喝水不会饱；你口渴，你吃饭不能解渴啊。那并不是你修了这个法啊，你吃这顿饭啊，同时解渴、增加营养、消除病啊，那么同时完成，不可能。可是我们现在的修行方法比较倾向这样，那一个法啊，既能消灾，能够免罪，能够延寿啊，又能够啊，又能够除障啊，那什么好事都有，什么坏事都没有啊，不可能有这种东西啊。那如果有，佛就不要讲三十七道品了，讲那么多做什么啊？如果有一颗可以包治百病的药，你吃那么多药做什么啊？不需要嘛。那佛也太不慈悲了啊！那么一颗药丸就可以治好的，要给我们吃那么多年的药，不是，不可能有这一种啊！一定大家学佛的人，第一个就是要觉醒，佛就是觉。佛如释迦牟尼佛，如果没有从苦行外道中觉醒，没有从禅定就是解脱这种观念觉醒啊，这个叫做非果即果。啊，那种境界就是解脱的境界，这种原因就是灭苦的因啊。没有从非因即因、非果即果中觉醒，他不可能去菩提树下成佛，他一定会死在啊，就像阿罗罗迦兰闼婆摩罗子，因为禅定，现在在无色界天，或者像那些苦行外道啊，六年之后，然后死了，因苦而死。现在骨头埋在那个苦行林里面，啊，没有菩提树下的释迦牟尼佛，没有。为什么？啊，因为他坚定的相信，他没有去思维这样的方法到底对不对，这样的结果到底正不正确，这样灭苦的方法到底正不正确，啊，那么这样的境界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境界，我所得的境界到底是不是？因为他禅定有境界啊，他得了无想定非，他得了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啊。那么我相信他在禅定中也有种种的幻境，种种的幻象，他能够辨别啊。那么他不会因为透过修行，那么得到的一些境界，他就执以为实，执以为真啊。那这样他就觉得我现在已经得涅槃了啊，我现在就是等寿命尽了啊，不是啊。那很多人啊，也会有这样。我现在就是什么宗的人了 啊，我现在就等往生了 啊，不是啊。你要好好的了解这些道理啊，如是因才有如是果。佛法第一个就是要明白因果，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必然有善业，恶必然有恶业。善业持续就会善业持续相续，就会形成善报；恶业持续就会形成恶报。在善跟恶之中啊，那么依善还可以求解脱这一条。就可以不用再生死轮回，所以四种正见，先分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业，什么是报。那么业报有过去有未来，那么有凡有圣，先知道这个。那即使是人天，即使是做人升天
啊，那么都还是要依因果的，啊，不管你要生到有佛国土、无佛国土，啊，是菩萨的净土，是声闻的净土，是佛的净土，你都还是缘起中的，都还是有因有缘世间起的，啊，那你不能说我唯一的因缘就是佛，佛就是我唯一的因缘，我念佛就可以成就一切，啊，我可以灭一切业障，可以消一切烦恼，啊，可以得一切福报，得一切智慧，只要我念佛就好，啊，我告诉你，真的不是这样，啊，那大家要好好想清楚，啊，那才不会啊，像苦行外道一样，啊，他也很虔诚啊，他也很专注啊，他也很相信啊，九死不悔啊，然后呢，然后有多少苦行林里面有多少修苦行的人，就死在苦行林里面，然后他解脱了吗？啊，没有解脱。他灭苦了吗？啊，没有灭苦。那么一代一代两千多年了，印度现在还有一大群苦行人，啊，在修苦行，坚定的相信，坚定的相信，这个是唯一解脱的方法。啊，那我们要跟佛学习，啊，要思考，啊，那么佛已经讲了，他解脱告诉我们，他对五比丘讲的是什么？就是四谛，就是缘起，就是中道。初转法轮对五比丘讲的就是四谛、缘起、中道，啊，那么这个才是真理。中四谛苦，苦果必然是苦因的苦的因缘形成的，有因有缘世间起，有因有缘我受苦，苦必然有苦因，有种种的苦因，所以叫做有因有缘，啊，有主要的，有次要的，有关键的，啊，有这个比较不那么关键，但是还是有影响的啊，有种种。那么你必得要知道这个关键的因在哪里，啊，从哪里升起，怎么消除，你必得要知道这个。你不知道苦从哪里，这是什么样的苦，从哪里形成，要从哪里去消失，从哪里去减除，你就不可能灭苦。所以为什么会讲五蕴六处？因为唯一的苦，苦不断的形成，就是因为有生死，所以叫做存大苦蕴吗？存大苦蕴聚集吗？因为有生死，生死之中必然有老病、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这些苦，啊，必然会有，没有没有没有的。那么就算生到非想非非想，它依然有死的苦，啊，生不苦，但是死就会苦了。死之后，它不会再非想非非想，它会到这个。三界里面又到人道或是畜生道里面又轮回又开始受苦，所以他告诉你，你要知道这个苦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苦是怎么形成的，有业，所以叫做无明原形，形原事，事原名色嘛，一业有轮回嘛，有这个业才造成生死嘛，啊，有欲界的业就在欲界生死，有色界的业就在色界生死，有无色界的业就在无色界生死，你有三界的业你就在三界生死，欲界的业里面恶业比较重的你就在三恶道，善业比较重的你就在人天道，啊，那各自都是一业轮回，一业受报，一业有苦乐，你有布施的业你就比较富贵，生在富贵人家，你有偷盗的业你就比较贫穷，生在贫穷人家，不容易赚钱，啊，那你有不杀生护生的业，你就比较长寿健康，不容易生病，啊，那么你有这个杀生害命的业，你就会短命多病，病不容易看好，啊，那么如果你杀生业还结合的偷盗业，你杀人抢人家的钱，好，那这个业就变成，啊，那么你会生在很苦的地方，又没有钱看病，不容易赚的好不容易赚的钱又被骗又被偷，啊，要拿很多钱去看病还看不好，啊，那这个是基本上都是大家都是一业受报的嘛。那么你了解了这个道理，啊，那你要知道业是怎么来的，业就是烦恼鼓动的，啊，有贪嗔痴的烦恼，啊，那自己不想努力了，贪别人的钱了，啊，那因为别人骂你你生气了，啊，你去打别人害别人杀别人了，啊，那么因嗔起贪，因贪起嗔，啊，我们这种种，那么这些种种都是烦恼，烦恼造作主要原因就是无知，无知啊，不知道这个是业，不知道，所以先告诉你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有善业，恶有恶业，先学佛先知道这个，
那这些三恶业从哪里来啊？都是心烦恼造作来的嘛，有烦恼没烦恼造作来的嘛，啊，善心就起善业，恶心就起恶业嘛。那善业多了就有善缘嘛，恶业多了就有恶缘嘛，啊，那么所以啊，有因有缘世间起，有因有缘世间灭嘛。那么你依这个，你依这个善恶的心不断造作善恶的业，招感善恶的缘，受苦乐的果报。那怎么办呢？善恶的心是从哪里生起来的？从身心境，所以五蕴讲身心嘛。那从哪里生起？从六入处嘛。啊，那么你在面对境界的时候，起这个心，起那个心，起这个心，起那个心，相续之后，造这个业，造那个业。那么久久不知悔改，那个业成熟啊。那么比较重的业一次就成熟啊，没有那么重的业要相续做才会成熟啊。像你杀父杀母，这一次就成熟了，这个是极大的恶业，无间业，一次就成熟，不用第二次啊。你也没有你也没有不太有第二次的机会啊。那么但是比如说你杀蟑螂杀老鼠啊，那这个杀人的业大概也一次就成熟啊。如果是恶心的话，那你杀蟑螂杀老鼠，那这个可能要几次之后啊，那么它才成熟啊。那么但是你相续做它就会成熟，它杀生短命的果报就渐渐成熟，成熟了必然要受报。佛跟阿罗汉业成熟也要受报，佛跟阿罗汉假设他过去的业成熟也要受报，何况是你。那你说有可以不受报的方法，那佛不会自己不受报吗？阿罗汉不会让他不受报吗？就只有你知道，佛不知道，阿罗汉不知道。你这个法是专门传给你的，哪有可能这种事啊？这些舍利佛目犍连都不知道啊。那目犍连不能念灭定业之人把他被打死的业灭掉吗？啊，迦留陀夷不能灭业障真言把他的业灭掉吗？他死得那么凄惨啊。那么这个品婆娑罗王被他的儿子阿哲斯王折磨致死，佛不会传他一个灭定业的真言吗？不会传他灭一切业障的这个陀罗尼吗？啊，怎么还让他受这个苦呢？你想一想就知道啊。那么这些我们凡事只要是业成熟了，他必然要受报，就算你是圣者也要受报，所以叫做不灭因果嘛。啊，那我们都想把它想成不落因果啊。你只要有修行啊，只要有一个很有修行的人罩着你，护念你，保护你，你就不会受业报，那个叫做不落因果。不落因果是邪见啊。啊，那你看那个百丈禅师，那个狐狸化作的那个人，他就是因为执着这种邪见才成为什么？才成为畜生道。邪见容易堕畜生道，虽然他有修行，所以他就是化身的嘛，他可以做变化身嘛，他有修行啊，所以就变成精灵鬼怪啊。啊，但是他也受畜生行啊，为什么？邪见嘛。那我们要了解这些道理啊，真的，我觉得很多的佛教徒都不了解佛法的道理啊，都只想灭苦，可是不晓得灭苦的原理跟方法啊，不晓得灭苦的原理跟方法啊，那么只想要有灭苦的作用，灭苦的功德。那佛法就是修道的理论跟原则，修道的次第跟方法，那么才有修道的殊胜跟功德。那你都不晓得原理跟方法，不晓得修道的次第跟方法，不晓得修道的原理跟宗旨，你就想得到修道的殊胜跟功德，就凭啊一句话、一句咒、一本经，那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念经、念佛、念咒，然后拜忏，然后就要怎么样？就要灭一切苦，就要成佛，就要具足一切功德。如果有这么好，那这些经典三藏十二部都可以拿去烧掉，因为它不需要啊，我用不到啊，你给我一大堆药我都吃不到，我现在只喝这个甘露水我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那么多药做什么？如果你有一颗药可以治百病的，你备那么多药做什么？你买那么多药做什么啊？这个是治胃的，这个是治肝的啊，这个营养是维他命 C， 这个是维他命 E， 这个是维他命什么啊？什么，你只要吃一颗就好了啊，包治百病啊，那么身体很常健康啊，不，那有这种药，那其他的当然就不要了吗？啊，所以，但是没有啊，不可能有啊，啊，不可能有。
因为有因有缘，世间起的现象必然要去除那个因，那个缘才会灭啊。这个叫做苦集灭道啊。你知道苦，你知道苦因，你还必得知道灭苦的正确方法跟次第。不知道也灭不了苦，也灭不了苦。你的药是对了，但是人家一天要吃三次，你一天吃一次，早上要吃清的，你给他吃红的，那有可能也不对。饭前吃饭后吃，虽然也有药效，但作用会减啊，一样的道理嘛。这个是很，就是说我们想用世间的道理来看就知道的东西啊，那不太可能啊。那么透过一个有修行的人回向给你，护念给你，那么他修行功德转让给你啊，因为你交了钱500块1000块啊，念了经啊，做交换，他把他修行的功德转换给你，然后就灭你本来要受的罪。不可能有这种事，无有是处，就是不可能有这种道理，没有这种道理，没有这种事。佛法叫做无有是处，所有的佛教徒都要先认清这一点，因为我们现在都活在自己的幻想之中，幻想透过我的虔诚、专注，啊，我的付出，我的牺牲，啊，你牺牲时间、牺牲体力、牺牲金钱。啊，那一心的祈求，专注的祈求，虔诚的祈求，那么佛听到了，菩萨听到了，啊，那么跟你相应了，灭你的罪，增加你的福报，啊，你所做的修行就是不断的祈求，啊，虔诚专注的祈求，啊，然后那么让很多有修行的人把他的修行功德转让给你，回向给你，我们的回向变成转让了。就是把他的功修行功德转让给你，让你依这个功德啊，灭你本来要受的苦，得你本来没有的福慧。没有这种事，我再讲一次，没有这种事，也没有这种道理啊。那么都是自依止法依止啊，都是要自己修行，如是因如是果，谁修就谁得，修什么就得什么。那么修多少就得多少，有修有得，不修不得，修多得多，修少得少啊。那么谁修就谁得，不可能你修我得啊。那你们好好修行，我一个人给你们1000块，你们把每天的修行功德回向给我啊，就好像我给你1000，你去田里面采番茄，采一采，全部拿来给我。世间上你可以跟他买，但是因果上不能用买，不能用买的，买不到。如果可以买的那就好了啊，多赚一点钱去买就好了吗？啊，什么事钱都可以解决吗？啊，那么多赚一点钱，赚最多的钱去买那个最多修行的人啊，天天去僧团供养，这些阿罗汉的功德全部回向给我，也不要全部了，一个回向给我，我就受用不尽了。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呢？不可能啊。那所以，但是我们现在的佛教徒都是这样想哦。多数都这样想，都还在这样幻想、妄想，啊，都还在这样，所以导致什么？他不修行，他的修行就是好好抓住一个有修行的人，或是一个特别跟他感应的佛菩萨，啊，把他的衣角抓住，把他的脚抱住，啊，那么他到哪里啊？那么他把你带到哪里？不可能有这种事啊！那。这个是我们要先理解的。好，我们到底下看这个，他说得此大圣人，能与一切乐，就是菩萨修行的方法。菩萨修行的方法，那么基本上因为他看到这些众生啊，他不理解啊，然后也不知道佛法，不知道灭苦的方法，所以一直在受苦，所以他有大悲心，要把他所得到的佛法，他从佛法中得到的功德，他是怎么得到这种功德的，去告诉这些众生，告诉他们也这样修行也可以得到这样的功德，而不是把他的功德拿去送给众生哦。没有，大智论里面讲到都不能送，福报智慧都不能送，只能教啊。你再怎么疼你的小孩，你也不可能说你去睡觉，妈妈看你明天考试这么辛苦，你去睡觉，妈妈帮你读，读完了回向给你，去考试就会了。哪有可能有这种事啊？不可能有这种事啊！你带你的小孩，带你的先生，带你的妈妈去看病，
啊，你不忍他吃不下药，吞不下那个药丸，你说我比较会吞，我帮你吞，吞完了我回向给你，让你病好，哪有可能？那我们的功德回向消灾免难，不就是这种概念吗？我修修好了，我回向给你；我吃吃完了，我回向给你；我做我做好了，我回向给你，那你就有，可能吗？不可能嘛，不可能，真的。这种你不从这个深坑里面跳出来，你永远不可能真正会修行。你没有真正会修行，你不可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你得的都是短暂、表面的、虚幻不实的利益，好像有，但不真实有。偶尔也有感应，因为你的心感应，偶尔也有，但不长久、不究竟、不彻底、不真实，真的很快就没有。而且一旦没有，会更凄惨。因为你提前预知了啊，你的福报啊，那所以你要了解这种道理啊，很多东西就是不离开的。那么菩萨道其实就是基于众生不了解因果事实的道理，所以他不断的他知道了嘛，但是他不离开，他就在这里告诉那一些不知道的人，不断的引导，不断的教导啊，让他们也可以这样修。啊，所以你看《维摩诘经》，布施是菩萨净土，啊，那么菩萨教这些众生布施，那么这些众生就因为布施得到布施的福报，不是菩萨布施然后把福报给他哦，不是，他教这些众生布施，那么这些人就跟他有缘，未来这个菩萨成佛的时候，这些众生就升到他的国土，成为他的四众弟子之一，那因他而得度。那么持戒是菩萨净土，啊，菩萨教导这些众生持戒，这些众生他就没有悔患，没有悔患啊。那么这些人啊，持戒的人未来就会升到，在这个菩萨，因为他多生累劫嘛，多生累劫都这样在教导，所以跟他的缘深啊，让他有善心，有善业，那么跟他彼此有善缘，所以他会因他而得度。在这个菩萨成佛的时候，因为他同行同愿，所以他会升到他的国土，那么依他而得度啊。那比较厉害的就称为他成佛里面的十大弟子之一啊。那么或者在家，或者出家啊，或者是智慧第一，或者是布施第一，或者是忍辱第一，或者是解空第一啊，不一定啊，因为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所教化的时候。这个教他布施，这个教他持戒，哎，因为这个不布施，教他布施，破除这个悭贪的这个业；这个不持戒，教他持戒，破除毁患的业。啊，《地藏经》也是这么讲的啊。你不堕恶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看见他要堕恶道了，为什么？因为他在造恶道的业，杀生，所以就告诉这个人，啊，杀生会短命多病，啊，所以你不要杀生。那么用你的力量影响他，教导他。那如果没有，那表示你跟他没善缘。那如果没有，表示你的本身不够说服力。你要好好修，修到你有那个说服力，而且你有那个力量可以影响他。那你不要不断的跟他结这个缘，善缘。那么后来你影响他，他要杀生了，你影响他不杀生，啊，为杀生者说短命多病报，为邪淫者说鸳鸯隔绝报，为偷盗者。说贫穷卑贱报啊，那么你告诉他因果，你看也是跟他讲因果啊，那让他怎么？让他不造恶业，造善业不造恶，先让他离恶向善，然后再让他离欲向上，然后再让他离烦恼向解脱。他佛菩萨都是这样的，佛也是这样的，那我们修行也是这样的，就先离恶向上嘛，然后再什么离欲向上，不执着世间的五欲，离欲向上。所以先受五戒，然后八关斋戒，在家也是这样。那出家就是先本来在家，然后就直接具足戒啊，就出家了，就离欲了。出家其实就是离欲啊，离五欲，离世间的五欲，然后再怎么样，再好好修行，离烦恼，断贪嗔痴，一修一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在家基本上就先受五戒，然后离欲八关斋戒，离五欲，然后怎么样啊？然后。你更有真上心，就教你四谛缘起，那你得出国、二国、三国，啊，也是这样，啊，那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道理。那大圣里面更进一步，更进一步，告诉你除了自己解脱，也要影响教导这个世间其他可怜的众生，能不能得解脱？至少不堕三恶道，因为他一旦堕了三恶道，
你要利益他就很难，他还必得业报受尽，他还必得业报受尽，出来了你才能利益他。业报没受尽，你不可能说我跟这个人特别好，世间的人可以，皇帝、总统可以凭他的这个力量影响啊，要放谁，要关谁。业报里面没有这种事，业报里面没有人情可说，业报里面没有人情可说，锱铢必较，丝毫分明，丝毫不爽，没有人情可说。哎，这个我是佛，这个是我的儿子，所以啊，他的恶业我替他担了，我让他免了。没有，我告诉你，没有这种事啊。所以我们不了解，我们现在在幻想哪一尊佛、哪一个菩萨可以消我们的业啊？没有这种事啊，他只是告诉你修行的方法，这样修就这样得啊，谁修就谁得。那么因为多数的众生不知道，所以菩萨就是不断自己可以解脱不解脱，不断在告诉不知道的众生要这样的修行啊。菩萨的伟大在这里。好，那现在来看，那菩萨的修行不外乎是六度四摄，不外乎是六度四摄，跟声闻解脱的修行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要解脱，你就是断你的烦恼，你就解脱了，你断贪嗔痴就解脱了。可是你要成佛，你必得要度化众生，要度化众生你必得要，因为你的病你只要吃这种药就会好，可是你要治很多人的病，不单单是你自己的病，你要治很多人的病，那很多人的病可能跟你不一样，烦恼出众跟你不一样，所以你要具足知道很多种方法，还有很大的耐心，很大的悲心，你才有办法啊。所以他要叫做什么？叫做方便道。那方便道是在般若道之后的，就是你要有这个智慧，但是你要有那个悲心。那个方便，你要知道种种的修行法门，所以才法门无量誓愿学嘛。可是你一定要在般若道的上面，你没有般若，你都没有智慧啊！不听你的话还好，听你的话死得更惨，绕得更远，坑更深啊！那么听你的话跟你走，一盲引众盲，相将入邪坑啊，那么更惨。所以你是有悲心，但是你这个悲心把众生越带越远，越带越偏，越走越错，那更惨了。所以你必须站在般若的，就是有智慧的，真正了解佛法的这一点上，那么以你的大悲心不断去告诉众生啊，不断去影响众生，不断去教导众生啊。那么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发菩提心，这个佛道无上誓愿成，第一个必得要建立在烦恼无尽誓愿断的上面。你自己因为离苦，就是苦就是从业来，业就是从烦恼来，你都不晓得什么是烦恼，怎么样离烦恼。我告诉你，你怎么让众生离苦，你怎么样让众生离烦恼，没办法，你都不晓得什么是烦恼，有哪些烦恼，哪些出哪些重，会造成什么影响，那你哪里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对治什么烦恼啊？你也不知道，所以你还必得烦恼无尽誓愿断，那么法门无量誓愿学。那么你不只是断自己的烦恼，你还要断众生的烦恼。那每一个人的烦恼初衷不一样，因缘不一样，所以你还必得啊，你自己是一四念处得成就的，得法身的。但是这个人可能要依五根五力，因为他没有信嘛，啊，有信的就不用讲信嘛，信净念定位嘛。那你可能观呼吸啊可以成就，可是这个人观呼吸不能成就，他还必得观不净。你观地水火风，这个人要必须观青黄赤白，所以这些法门你都要会，你都要熟，你才能够完整的正确的教导大家。那当然这个叫做法门无量誓愿学，因为无量的法门要度无量的众生。如果你只是要度你自己，你根据你自己的烦恼，根据你自己过去生的因缘，你择一个法门就可以了，三十七道品里面啊，你以一个次第来修就可以了啊。但是你要度一切众生，你还必得要有无量的法门啊，所以你要学无量的法。所以佛道无上誓愿成，一点第一个一定要烦恼无尽誓愿断，你必得要自己有断烦恼的经验，你才能够教众生怎么断烦恼嘛。
啊，那么你要教，要知道种种的法门啊，因为你是这样成就的，他不一定这样成就，所以你还要观众生的根性，他的因缘，那么了解，那么你可以度化他啊。所以啊，那么这样，佛道无上誓愿成，烦恼建立在烦恼无尽誓愿断，那么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它基本上是这样的概念啊。因为你要度众生嘛，所以你才需要成佛嘛啊。那如果你只是要得解脱，三生就够了。如果立根的，你针对你自己的烦恼去下手就好了。可是你有这个烦恼，众生不一定有啊，就是不一定是这样的问题啊，它有种种的问题。那无量的众生有无量的问题，所以你必须要度无量的众生，要学无量的法门。那首先你自己要有法，你才能够啊教导众生这个法，而且是真法实法啊。所以你一定要有烦恼无尽誓愿断的这样的能力啊，跟这样的经历，那么你才有办法真的利益众生。那么这一些都在六度四摄里面，都在六度四摄里面。所以般若经的核心就是三心行六度啊，以菩提心成佛的心啊。那么成佛是要度众生，大悲心。那么要真正度众生，必须要有无所得心，就是性空慧啊，就是般若道啊。所以这三心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这个是六度。然后四摄是什么啊？布施、爱与力行同事。那么这个就是菩萨道的核心，修道的宗旨跟理论，修道的次第跟方法，你就会成就啊，初信、二信啊，初住、二住啊，乃至于初地、二地，拿到等觉，拿到成佛。啊，你就会有渐渐的修行，你就会渐渐的增上啊。那么一个阶位一个阶位的增上啊，那其实这个是菩萨道里面主要的。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是赞叹菩萨的《摩诃严记》，赞叹大圣的啊，就赞叹大圣的记啊，所以叫赞《摩诃严记》。得此大圣人啊，因为他要讲啊，大圣跟声闻有什么不一样？能与一切乐。一切乐是什么？一切乐就是持能于一切乐啊，利益于十法啊，就是给他真实的利益啦，给他真实的利益，告诉他真实的道理啊。那么令得什么？令得无上道啊，然后可以让他可以成佛啊。得此大圣人，慈悲遍慈悲一切故啊，头目以布施，舍之如草木。好，这个是哇。这个是布施啊，那么相对于弥勒菩萨赞佛的偈啊，佛于过去劫舍所爱妻子啊，你看，那么头目及骨髓，道于施彼岸啊，那么布施的彼岸啊，这个布施道于彼岸啊，那么头目及骨髓道于彼岸啊，这施啊，那你看，我们可以对照了，差不多一样啊，那么得此大圣人。护持清净戒啊，那么这个如犁牛爱尾，或者说牦牛爱尾啊，有的是念犁，有的念牦啊，我们都师父历练习惯了念牦牛爱尾啊，不惜生寿命啊。那你看那个对照弥勒赞佛偈的啊，佛常护净戒如牦牛爱尾，最胜无伦毗啊。那么一样啊，差不多一样的啊。那么得此大圣人。啊，就是知道这个大圣的，行这个大圣的菩萨道的人，啊，那就是修这个六度嘛，啊，那么令得无上忍啊，布施、持戒、忍辱，声闻跟菩萨最大的两个不同，戒定慧精进是一样的，但是最大的不同就是布施跟忍辱。那布施跟忍辱对的都是众生，布施是对的可怜的众生，啊，那么需要布施你就给他布施，那么。忍辱对的是可恶的众生，那么是不一样的。那么可怜的众生，你给他就跟他结善缘；可恶的众生，你要忍耐他，让他消你跟他之间的恶缘，啊，那么是不一样的。那么菩萨在面对可怜的众生，要有慈悲心，百苦与乐；那面对可恶的众生，要有忍辱心，啊，那么把恶缘转化为善缘，啊。叫做火焰化红莲啊，那要有这样的心，那不然你没办法度众生的、啊。你会说好，我要度一切众生，但谁除外啊？因为这个人我不想度他
啊，那这个你就是败坏菩萨，啊，有除外的，菩萨要度的一切众生，没有拣择，没有善恶，只有有缘无缘，没有缘的还要想办法跟他结善缘，何况有缘的不度啊？佛没有办法度无缘的众生，佛也没有办法度，就算有缘，但是他没善根也没办法度。佛没有办法度无缘的众生，跟他没有缘，但是这个众生可以得度，但不是我来度化他。像陈东老母啊，东陈老母啊，这个佛度不了他，那请阿难去度，一下子就度了啊。这个净饭王只有佛跟这个迦留陀也可以度，其他的人舍利佛、目犍连、智慧第一、神通第一都度不了啊，没有那个缘嘛啊。但是他可以得度，但没有缘不能得度。但是有缘，但是他没有善根，他也不能得度。所以没有缘的、没有善根的，要先跟他种善根啊，一世一世的啊。那善根就是什么？善根就是对佛法的明白理解啊，就是无贪、无嗔、无痴，灭贪、灭嗔、灭痴的这个理啊，这个心，它就是善根啊。你了解灭贪嗔痴的道理，你才能够不起贪嗔痴。那我们说，那苦集灭道为什么都在六路处说啊？因为我们起烦恼都是面对境界生起烦恼，所以处受爱取有嘛，啊，是名色，名色六路，六路处受爱取有，有就有业了嘛，啊，爱取有，有就有业，那业在哪里升起？业在六路处受这边升起，啊，所以他告诉你，你要守护六根，你要持根律仪，啊，那如果根律仪你没有那么分析，那你先持戒律仪，我告诉你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是大原则。这是大原则啊！你不要杀生，不要偷盗，不要邪淫，不要妄言啊！这些是戒律。律就是什么？律仪是什么？律仪就是防护，防护啊，防护你不造恶业的啊。戒律啊，那你没有办法这样去细查。好，那告诉你一个主要原则：不可以杀生，一切众生都不能杀；不可以偷盗，不是你的东西不要拿；不可以邪淫，不可以妄语啊。那你了解了，好，那你就记住这个原则，这个叫戒律。以依这个戒条来防护，啊，有一个原则，画一条线，不可以超越这条线，啊，线里面你可以活动啊，在线之外不行，啊，牛绑掉这条绳子绑这么长，啊，在过去就别人的田了，会糟蹋别人的田，啊，那就不行啊，就绑到这里，啊，这附近的草随你吃，那过去别人的草那个不能吃，那个别人里面种的田啊，那你不能踏，你不能吃，好，一样，它有一条线，这个叫戒律。那根律仪呢，就是从造业的根本，造业的根本六根里面去防护，那个又不一样啊。那其实佛法就讲这个嘛，啊，所以他六路处受爱取有，爱就起贪爱了嘛。那你因为无明嘛，你不知道这个因果，你说你就会起贪爱啊。所以无明为父，贪爱为母嘛，啊，无明所父，爱结所系嘛，啊，讲这个道理啊。那你必得还要从这个地方去做观察。啊，那你没有办法这么细的观察，先给你一个原则，大范围告诉你不能超越这个范围，那个就是戒，啊，那个就是戒。那么再进一步从根本会起惑造业的地方去做观察，啊，那个叫做守护根本。所以守护根本就一定要正念正知，啊，讲这个嘛，啊，那这个就是修行的核心嘛，修行的重要嘛，这有因有缘世间几啊，所以你还必得从那个因缘里面下手，下手处就在哪里？下手处就在六路处，啊，那所以六路处就是一切法嘛，啊，所以你了解了这个，那么知道一切法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你就可以习探认知，有般若道。那么有般若道之后，你再来，因为很多的众生不知道啊，所有的人都想灭苦，但不知道灭苦的原理，不知道灭苦的正确方法。而只是想灭苦，那这样是不行的，啊，所以你不断要去利益众生，啊，所以才讲这个嘛。那利益众生这核心里面，啊，你看六度里面布施、声闻没有，声闻就是戒定慧，还有精进，啊，八正道里面戒定慧精进嘛，精进是骗一切的。那六度里面扣掉戒定慧精进，就剩什么布施跟忍辱。所以《金刚经》里面啊讲布施跟忍辱。六度里面布施忍辱跟般若这三个是它的重点啊，你看金刚经啊，那所以这个是跟声闻比较不一样的。但是当然它持戒修定，持戒修定跟般若也跟声闻不一样啊，但声闻没有的就是布施跟忍辱啊。那这个持戒啊，那持的是菩萨戒啊，那么
声闻戒重在不造作恶业就好，就不犯戒。菩萨戒里面，你不造作恶业，你不造作善业也犯戒。应该帮的你不帮，那你也犯戒啊。那么这个声闻戒里面重在不应该做的你不做，那就不犯戒了啊。那我所以身口主要重在身口，菩萨戒重在意啊。那布施也不一样啊，布施他没有持戒忍辱，没有忍辱没有。那么精进也不一样啊，那么禅定也不一样啊。那声闻的定啊，基本上都是四禅八定。菩萨的定啊，它不是四禅八定而已，但也不离开四禅八定啊。它重在无量三昧、百八三昧，特别是三三昧啊，都不太一样。那智慧，声闻的智啊，基本上是一切智；菩萨的是一切种智啊。菩萨的智是道种智，佛的智是一切种智啊，就是要有度众生的智慧，也不太一样啊。但最主要就是布施跟忍辱这几个不一样。好，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把这个讲完才来下课。那么他这里讲到啊，六度先讲完啊。那么得此大圣人，能得无上忍，若有割截身，视之如断草啊，就不会就是忍辱啊，就是我们说啊，那么菩萨道里面啊，对可怜的人啊，那么能够施以利济布施；对可恶的人啊，能够施以忍辱啊，化恶缘为善缘啊。那来看这个，他说。这个《赞佛记》里面，佛以忍辱力舍离于为正啊，不求人过恶啊，就是能够行忍辱了啊。那么得此大圣人，精进无厌倦，力行不休息，如出啊，这个书就是出啊，如出大海者啊。那么看那个《精进记》里面啊，佛以精进力得无上极尽啊，那么就近常安乐。啊，看到定得此大圣人，广修无量定，神通圣道力啊，那清净得自在啊。他这里是佛以精进力得无上极尽，就近常安乐啊，不是佛以精禅定力能灭诸罪过啊。禅定有三个主要的力量，一个就是调伏烦恼，那么没有烦恼就没有罪业，调伏烦恼啊，因为他离欲嘛，他有离欲清净的力量，向上的力量。真上力啊，第二个能够引发神通啊，能够有特异功能，引发神通啊，超越身心被局限的境界啊。第三个能够引发无漏慧啊，能够出世间啊。那么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他说佛以禅定力能灭诸罪过，为天人导师啊。那么他这里是啊，那么广修无量定，神通圣道力啊，得神通。啊，那么得圣道啊，引发神通跟引发无漏慧得圣道啊，还可以调伏烦恼啊，那么清净得自在啊，清净就是泛恨啊，就是没有五欲，离欲清净了 啊它基本上是这三种力量啊，就是引发神通、引发无漏慧、调伏烦恼啊，特别是五欲的欲界的烦恼啊。那所以他这里说，佛以禅定力能灭诸罪过，为天人导师啊。再看到最后一个智慧。啊，佛以智慧力，啊，得此大圣人，分别诸法相，啊，就善于分别一切诸法相，啊，善于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啊，那么这个好像是《维摩诘经》说的啊。那么他说，分别诸法相无坏实智慧，事中以具德，啊，他说佛以智慧力善了知诸法，啊，自信无所有，啊，那么就具足一切智慧。好，那我们时间到，就先讲到这里啊。后面四个啊，下次再来说啊。这个六度里面啊，跟其实他说的跟这个弥勒赞佛的啊差不多啊，也是都是这样。其他的经典其实大部分在讲六度，也大部分都这样讲了。《般若经》里面讲六度，那后面啊，后面再讲到大慈悲啊，那么就是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啊，不可思议智啊，还有大慈大悲。啊，还有总持啊，好，那这个下次再来说。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